张楚岚，农民给我干翻，操！求您拿人就不要再顾这些小节了，好吧？张楚岚，如今世上除了你，谁还有资格身负禁制杀？就是。今天务必让我们开开眼！你们就这么想看是吗？ 看到了，这上面隐隐流动着七色组成的符号，但是有点儿看不清啊！看不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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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想看清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我调动体内的真气就可以。体有金光，复印无声，势不可。 见天不可闻，导演。果然，这类禁制法术由特别的符号组成，太美妙了，与如今浮夸刻意的设计不同。 这些符文充满着古典主义独特的质朴又神秘的美感，这不是古典主义啊！这是，这是波西米亚风格。怎么样，还是我张楚岚够意思吧？让你们月落乌啼，友谊万岁！好。